受脸书公布强劲财报后的上涨推动，标普500指数周四创下收盘纪录高位。全球最大社交网络脸书上涨 7.3%， 创下纪录高位。该公司在周三晚些时候公布了季度营收和利润，这是五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，轻松为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的上行做出最大贡献。道指上涨 0.71%， 收于 34,060.36 点。标普500指数上涨 0.68%， 收于 4211.47 点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 0.22%， 收于 14082.55 点。